来看一下今天的投稿视频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前面还有一分钱，这边还有，这是谁吐的呀？吐的这么远。这个确实挺好笑，不过咱们还是抓紧进入正题吧。这周五要上线的载具皮肤来了，第一款名为林鼠银记，它是蹦蹦车皮肤，这是它的外观。第二款名为萌喵局座，它是吉普车皮肤，这是它的外观。那么平民年人类对此皮肤有什么看法呢？好家伙，这皮肤多少有点暖暖的味道了，一想到高分段位几个大神坐在里面摇车就觉得搞笑。下一条是问这是不是科技，来瞧瞧。那还搁那穿，我晕，这当然是科技，站这么高的点位人都没看见就被秒了，希望老大能赶快处理吧。皇冠以上的段位科技真的是太猖獗了。下一条，我正在沙漠图狮神正在搜东西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地方，就是沙漠图狮城里面的教堂。然后我来到教堂这个门口之后，开门之后我整个人都傻眼了，刚开始以为是我自己眼花了，玩游戏玩时间长了，然后导致有点头晕幻觉。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狮城的教堂里面整个房子就跟纸糊的一样，然后墙体也是透明的，我在里面转了一圈完全找不到门在哪里，在里面转了一圈我匆忙的就赶紧跑了出去，出来之后在外面看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吓得我赶紧对着门口磕了一个，本来就胆子小，别再让我遇到这种事儿了。这老哥的胆子确实小了点。讲道理，这并不是什么诡异的事件，而是机器渲染画面时常常会出现的遗漏现象。你瞧，我这里就完全没问题吧？不要自己吓自己啦。下一条，经常玩 AK 的小伙伴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八倍镜抓不到 AK 上面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只需要把八倍镜放在 M24 上面就可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实在是看不懂。下一条，兄弟们，今天光子赠送了一个神秘宝箱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领到？我点开给你们看看，看看奖励是什么。宝箱哥重返江湖了，居然！紫炫神秘宝箱，由于你每天遵守游戏规则，将赠送你一个紫炫宝箱，打开后即可获得套装或紫炫跑车。哇哦，还有20%的几率能打开出神秘大奖，牛啊！还赠送了三个。别装模作样了，快点让大家看看神秘大奖是什么。还有取关粉丝单身40年开个神秘大奖，哇，黑色铠甲套装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今天一般般啊，没有让我眼前一亮，再接再厉吧。下一条，啦啦啦，哦，老公你怎么停车了？我天，最克我的夹子妹妹。我这边没有，老公你也去收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好，臭宝贝。老公不好，这边有人。带好了，别怕。哟，你老公呢？怎么不下来救你啊？哈哈，对面居然也是个夹子，真胆小，不像我老公那么厉害。小宝，这卡楼梯那肯定上不来，好吧？你不是说他上不来吗？胆小。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上来的，是外挂吧？喂喂喂，他明显是从楼上下来的呀，这段子演的真够抽象的。下一条，那你这瞬间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，视频前的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？猜对有奖哦。